从此岸到彼岸，该怎么做才好呢？有谁能告诉我最标准的答案？从此岸到彼岸，用什么方法好呢？请你来教教我，大飞机还是小船？你和我环境不同，都有各自挑战，所以一人就地去猜胜过标准答案。从此岸到彼岸，该怎么做才好呢？有谁能告诉我最标准的答案？从此岸到彼岸，用什么方法好呢？请你来教教我，搭飞机还是小船？该怎么做才好呢？有谁能告诉我最标准的答案？从此岸到彼岸，用什么方法好呢？请你来教教我，搭飞机还是小船？你和我环境不同，都有各自挑战，所以一人就得去猜胜过标准答案。从此岸到彼岸，该怎么做才好呢？有谁能告诉我最标准的答案？从此岸到彼岸，用什么方法好呢？请你来教教我，搭飞机还是小船？你和我环境不同，都有各自挑战，所以一人就地去猜胜过标准答案。从此岸到彼岸，该怎么做才好呢？有谁能告诉我最标准的答案？从此岸到彼岸，有什么方法好呢？请你来教教我，搭飞机还是小船？